当中国阅兵配上亮剑主题曲，解放军气势简直太震撼。回顾中国举行的一次次盛大阅兵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军人的气势，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雄风和决心。亮剑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视剧，每当我们观看它时，都会想起曾经的先辈烈士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和人民。同样身为中国的军人，每个时代都在保家卫国，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责任与担当，完美诠释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勇敢。所以当亮剑的主题曲与阅兵相结合时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辈们英勇杀敌的决心，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军队崛起的信心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。Yeah.
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是否也为祖国的发展壮大感到骄傲自豪呢？将这一主题曲用于阅兵仪式的音乐配搭，不仅将中国军队的气势凸显得淋漓尽致，更是将电视剧所展现的英雄情怀与当下时代的强军形象相结合，让我们看到中国军队的自信与实力，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